泰国男星 Bill King 和 PP 过去因合作出演 BL 剧《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》而在全亚洲爆红。日前，两人首度合体访台，举行粉丝见面会，并在4日晚间接受了媒体访问。Bill King 大赞台湾有很多知名的旅游景点，也想要尝试火锅、奶茶。PP 则透露，在泰国活动时，经常被台湾粉丝的应援惊艳到，包括社群应援或是实体的站牌、路牌等，令他感到十分开心。期间 ，Bling King 大赞 PP 自带特别的魅力，除了一直带给大众新鲜感，也会把心里的想法展现出来。而 PP 也回夸对方很努力的精进自己，每天都很期待能够看到可爱的他。两人自出道前就认识，至今已携手走过7年。PP 感性的表示，如果之后10年、20年都继续这样的话，两人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好友兼伙伴呢。